2013年，一部叫《咱们结婚吧》的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黄金剩女和恐婚男的婚恋故事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他屡创收视新高的背后，再现了当下青年人的精神状态。该剧的导演刘江，监制王彤，主演高圆圆、黄海波，做客艺术人生，精彩马上继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当今社会呢，在飞速的发展，年轻人为了追逐自己的理想，在奋力的奔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扛起了更多的压力。在这重压下，很多年轻人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忽略了那美好的爱情生活，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反映当今青年人婚姻嫁娶的电视连续剧《咱们结婚吧》应运而生。一播出呢，就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它似乎给了我们一个驻足思考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爱情的价值。而且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呢，也得到了不俗的收视。我想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这样的热议、追捧和共鸣，说明它戳动了我们内心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特意的为大家请到《咱们结婚吧》这部电视剧的几位主创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心路。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江，监制王彤，主演黄海波、高圆圆，有请。先来啊，先这个冲大家站定了啊。啊，好。大家觉得这美好的两对儿挺幸福的吧？幸福，挺幸福的哈。可以有尖叫声。再次的欢迎各位，请坐。刘江导演一直隐在幕后，他来到幕前的这个机会还真是不太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江导演，咱们结婚吧的导演，在这之前呢，还拍过像《满堂爹娘》《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等。此时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啊？啊！坐在他身边的王彤，相信大家认识，是咱们结婚吧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演员之一，也有精彩的表演。但是更重要的身份是这部电视剧的监制。比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刘江导演的领导，也就是刘江导演的媳妇儿。啊，这就介绍清楚了。咱们先从刘江导演这儿来。我听说这部戏导演找到圆圆和海波，当然你们的演技是最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那种俗意义上的剩男剩女。现在也是，现在也是。
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是的，是的，就是他们现在也是单身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俩这个生活中的状态跟角色呢，就是会他们俩会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东西，这样的话塑造起来会更加的有他的。更加会更有深度，觉得更加的这个真实哈。对对对，会更加感同身受。对对，导演是这种想法。你们俩接到这个戏的时候，看完剧本之后，是真的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受吗？我开始就是我被这个人物吸引，被这个故事特别强烈的吸引，我也认同他。但是可能就你说桃子，他在他这个年纪遇到的很多择业的就是那种在职场上碰到的问题，然后被母亲逼婚的问题，然后在他的这种生活环境里，因为年龄大还没有被嫁掉，多少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冷嘲热讽这样的问题。确实在我拍这部戏之前，我遇到的并不是特别多，可能跟职业和我生活圈子有关，包括父母一直没有给我什么压力，我真的可能还觉得自己怪没有负担的，觉得好像这个什么剩女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尽管我就确实是一名剩女啊，但是没有人天天提醒你你是一剩女，就没什么自我感觉。但真的演了这个戏呢，跟我身边同龄的很多女性的朋友同学去聊，然后当我真的当下母亲说我的那些话，尽管我妈不会说出口，但我也觉得这好像就是我面临的问题，什么这么大了还不嫁，你以后怎么办呢？饭菜可以凉了可以热，结婚放多到岁，对，就这些东西，就是我爸妈没说给我听的，但是凯丽姐这个薛素梅这个人物说给我，我一样往我自己心里面去，所以我现在这种剩女的意识被这种观念裹挟得越来越强烈了，然后一点危机感都没有，但天天被说的我都觉得我自己过去脸皮怪厚的。原本没有危机感，真没有，看了这部戏以后反倒有了危机感。对啊，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个所谓剩女所谓剩男是相对意义而言，是吧？对对，其实谁也不会剩下，对对，可能人的想法不同而已，是一个他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对，我是恨曲，虽然说我演的是恐婚领袖，其实当时在拍这部戏之前，我在2011年我跟导演在合作《乱世三役》的时候，他跟我说起这个戏，我一听这名字我就说我要演，我说我必须要演，我说就冲这名字，我说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说我觉得我把这戏拍完之后，我觉得应该就快了，就生活里边就快了。最重要的是，我拍完这个戏，我就觉得我的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满足在哪里？我觉得我在我最好的年纪，我之前的都叫经历。我在我最好的年纪，我会碰到那个最对的人。导演，你看他多会安排角色哈，他把自己的媳妇儿，安排了姐姐那么一角色。虽然戏份不是很多，也算不上主角，但是呢，她善良，是，她多善良，那么包容的一个女人，是是是，是不是？你看王彤乐的。我跟你讲，朱军老师，就是我给你讲一题外的那个笑话啊，就因为在拍这个戏之前的时候，我一看剧本，我说你这种角色太小，别让我演啊，我说我受不了那份累，而且就总是忍辱那种。拍完了之后一播，然后真是所有的我微博上包括一些网络上都拿我本人当了苏青，所有的人都在爱我，给我支持，给我鼓励，然后我就特别受感动，太委屈了，是这样，而且在他们心目中我是一个特别美的这种成熟女性的这种一个标杆一样，然后我就有一天跟他说啊，谢谢啊，还是演吧，以后有这样的角色我还是得演。就是多好啊。好，我们稍微缓一下啊，这个剧当中呢，有一支歌哈，歌的名字叫《把命都给你了》。哎，我说什么了？你们就这么热烈的鼓掌啊？是男神唱的是吧？男神唱的。哦，这歌是海波唱的。真的，海波，这歌你唱的。哎呦，为唱这歌可费了老劲了。怎么个费劲法？你说啊？怎么个费劲法？就是录
的时候吧，就开始我在那儿傻唱，然后怎么着都过不了。后来小柯老师就给我提示，说你要有心向，要有事向。我什么心向，什么事向啊？你脑子里边得想着那谁，你才能把这歌唱出味道来。哦，我说我知道了。那你实话告诉我，你最后想的那谁？他吗？啊。刚才大家说什么来着？说来吧，是吧？那要不然麻烦您受累再来一回。那谁？袁。麻烦您配合我一下。这个版本大家都没看过啊，男神女神一起演。我怎么能一个头磕在地上，给留点面子行吗？谢谢啊。好，从来都是你给我献花，今天给你献枝花。谢谢，真默契哈。这部戏拍了多长时间？五个月。119天，还是入戏了。你看这部戏呢，你是导演，太太是监制，其实我们能感觉得到，那这个戏你肯定是说了算，是吧？对，这个是一定要这样的。那太太这监制要有什么意见的话，他主管剧组伙食，一日生活。是的，哦，监制的主要任务是主管剧组的一日生活。对，然后闲暇之余带着儿子大鹏，生活上监视一下导演。啊，原来是这样哈。创作上还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因为剧组是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就是要有一个声音能传递下去。啊，否则就会很容易乱，令行禁止啊！啊，对对对，否则的话就乱套了。是，那王彤不觉得自己，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是监制了，你不听我的，
那我废了你，我告诉你。那我还是出品人呢，我。哦，你比他更大。对，原来是这么一环一环套的，这是开玩笑啊。你们两个人，应该说牵手已经20多年了，二十年，整二十年。那我就问一句哈，你觉得这些年来，现在当然了，谁要说起您来，那大导演。但是这些年来走来，你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什么时候？你是怎么克服的？说起来，肯定最不容易的还是就是那3年，啊，就完全没有收入，可以讲。然后全是他一直在陪着我，啊，就是。又拉手了，嘿，又这太难得了，哎呀。而且怎么说呢？而且说实话，就是他当时已经是很多电影的女一号了。就是是一个当时比较抢手的女演员，而且有很多有钱人也追她，就死跟着我，这点真是我是非常的感动啊。王彤太有眼力了，夸谁呢？那我回过头来问一下王彤，在那个时候，他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着落，连吃饭都得你来供着他。你为什么还那么死乞白咧的不离不弃？首先我说好像是朱军老师，咱们不在台下说了，大家都不掉眼泪。结果后来我一看，圆圆我海波弟弟，我们都开始眼圈红。哎呀，哎呀，说到这种，哎呀，你稍微平复一下啊。其实是这样，就是在拍整个结婚这个戏的时候，其实那个我看陶，其实我的内心，哎，我怎么不行？我这样等于，我觉得整个演了一场哭戏，这样是不行的啊。哎呀，先说说别的吧。你稍微这个啊。我觉得我站在一个，因为我跟刘洋导演跟王同杰我们是非常非常熟的朋友，甚至这跟我亲哥亲姐似的。我来看待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情感，我用一句话。一个女人的真心付出，换来这一个男人一生的不离不弃，觉得可以是这样。海波，我其实想在你这句话的基础上再加一句话。一个女人的真心付出，也一定会焕发一个男人的创作激情。真的，如果这个男人，当然前提是这个男人要真的爱这个女人，是不是这样？是的，是的。我认为人生没有白走的弯路，就是任何一段你看上去是弯路，对你来说都是财富。就是我就回头说我的经历，比如说我学的表演，但是我没干演员，但是由于这段经历，对我现在当导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财富，让我在导戏的时候非常了解演员的心态，啊，我会更加的去保护演员，因为我是学过表演的人，这一点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然后就是我唱了一段歌，东方乐团，后来还签约到天星公司，当然现在也就是也是看上去是个不成功的一段经历，但是那段时间我潜心的研究了很多音乐，所以现在这就是我当导演的话，这个音乐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就现在我敢说是没有一个跟我合作的作曲是敢糊弄我的，因为我懂。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任何一个弯路，你只要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你哪怕是跌倒了，你在这一跤上，你要看到他积极的一面，你就会有收获，而不要去在这唉声叹气。那么如果你整个是一个悲观的人生，你就真的是全盘皆输了。就说得好啊，好。但是呢，也勾起了我想听听刘江导演歌声的欲望。2013年，一部叫《咱们结婚吧》的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黄金剩女和恐婚男的婚恋故事，
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他屡创收视新高的背后，再现了当下青年人的精神状态。该剧的导演刘江，监制王彤，主演高圆圆、黄海波，做客艺术人生，精彩马上继续。导演，怎么样？真差？当然了。我想想，我会唱什么呀？要不您跟海波弟弟一起唱那个？哦不，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原来是专业歌手啊，职业的。哎，同桌，你第一句怎么唱来着？同桌的你啊。天总是很蓝。行，我唱一段行吗？不行，我整段。凭什么呀？唱一段吧。你是在哪个年代在那儿在东方歌舞团吧？我九三年吧。九三年，九三年那个时候最火的是谁啊？当时。就是九四年，齐秦啊什么的，那个时候都、那个、都还火着的吧？校园民谣，校园民谣，老狼啊，老狼的嘛，对对对，同桌的你，同桌你，我这个我会唱啊。你看，海波把话筒都给你准备。再想想，再想想，再想。同桌你吧，同桌你啊，行啊。明天人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要是总说你的不起，猜不出问题的意，偶然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行了吧，那第二段词儿记不住，我给你提词儿。是否太总是很懒，日子总过得太慢，但是偶天也要摇起，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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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在拍摄的时候的一段花絮，特别的过瘾，大家要不要看看？要看是吧？来，我们有请我们导播，把这段花絮在这个屏幕上给大家播一播。宝贝儿，生日 party 还满意吗？就这么一点啊，就这么点啊，不太过瘾啊。那花现成的，要不然咱们现场来一段呗。把这个精彩延续的再长一点，这个太不过瘾了。我说实话啊，咱们结婚吧，我有两场戏。我是永远再也演不出来了。第一场戏求婚，嗯，第二场戏就是这。那其实之前就说过那个舞，让他再跳就不会了。就演不出来了。是，啊，有导演在这儿，你可以导演你说说戏。你都把话筒递给我了。你都是你害了我。我都跳了，你就跳吧。我摆个姿势行吗？不行。
真想不起来呀、啊。那不是就是骑马舞吗？就两下行吗？大概齐吧。啊，大概齐。来配合一下吧，来。这有点音乐会好。大佬站这儿。从哪儿上来的？一碗往我水里。怎么了这是？不是，我开始是，我远一点，好像是这样啊。人站下去应该，站下去，再远点，海波再远点。是不是啊？先反过去，反过去。挺帅的，跳的真挺帅的、啊，真的挺棒的。但是我觉得刚才海波你刚才在这儿表演那一段的时候啊，我在你的眼神以及这个表情上看出了那么一丝坏样。黄坏波吧，黄好、哦、黄坏波是吧？外号黄坏波，这大美元。我突然想问这么一个问题，你不会介意吧？不介意。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自己会有这么红，这么火？我现在可以想想，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过吗？你想到过吗？我一直觉得我能成。首先干不了明星，这件事情必须板上钉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对于你的宣传上要有明星的包装。我觉得我有一个荣誉师傅啊，是我人生的第二个父亲。嗯，刘英达也合作过，他的名字叫李雪健。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雪健老师啊、嗯。我认为我应该是他那样子的，所以我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觉得我在追随他的足迹。我觉得这一段说的真的挺打动我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古以来我们对男人的评判，帅与不帅根本就不在那张脸上，而在这儿，在这儿，长得好看，世上无丑男，世上无丑男，看你是不是有能力，看你是不是够坚强啊。而且他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共鸣。我记得我曾在我的第二本书《我的零点时刻》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在直播。嗯。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做过的事儿后悔也没用。所以我觉得一个男人，责任当前，敢于担当，那绝对就是大帅哥。我替我亲爱的母亲，嗯，十分真诚的感谢你，感谢诸位。不用感谢，其实我觉得最该感谢的是海波你自己，因为这些年，你的这种坚强是吧？你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的决心，才成就了你今天。所以刚才我刚问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的问话不太礼貌，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时候是以貌取人，很多时候表面现象会遮掩了事物的本质。但是海波，你给了我们一个，而且我觉得当今不光是海波，还有好几个人，你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信心，特别有力量的一个信号，
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坚韧不拔，你有理想有梦想，你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其实现在话又说回来，你真的挺帅的。我们再说说圆圆，高美媛同志。高美媛呢，这些年呢，好像一直在拍电影。嗯，对。在电视剧涉足电视剧的并不多。嗯，5-6年。啊，这次算是回归吗？嗯，算是吧。算。回归的意思是说，从此偶尔就回来，回来可以这个拍拍电视剧什么的，溜达一下。对，反正后面应该暂时还是不会再拍电视剧。我就再跟导演问我还拍吗？我说导演拍我就拍，就是谢谢谢谢，因为对导演的信任是和这个合作的这种友谊。对，因为拍之前就很慎重很小心，这些年就没拍，拍完了其实更慎重了。就是因为你这么长时间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真的是要和一个好的团队在一起。嗯，那这次拍电视剧对你内心来讲啊，你觉得你收获到的是什么？我身边的朋友看过也都会觉得，哎，好像跟我过去的状态不一样了，甚至他们会有点意外，觉得哎，原来你可以这样演戏的，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在镜头面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嗯。你们刚才这是心里话哈，真的是心里话。那这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真的有特别纯洁的伟大的友谊。还是那句话，比如我跟我的搭档都是这样。嗯。我们之间的默契有些时候胜过家人。嗯。啊，我们要穿衣服的话，你比如说，尤其是像那种大晚会，从来不商量做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往一块一拿，一定是搭在一起的，那就是长时间的一种默契。所以我相信通过这部戏你们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会地久天长，也要祝福你们。再就是呢，他们俩呀还有一点啊，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圆圆呢除了是一个好演员之外还是一个好模特，对吧？是吧？对，哎，海波呢除了是一位好演员之外呢还是一位好厨师，对吧？对啊，这样好不好？有没有胆量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露一手？你先陪着圆圆，你们走两步。我们刚刚已经走了，他要做饭，我给他打下手吧。秀一下，直接走。然后呢，我问一下他们背没背那个家伙事儿，要背了，就远远给你打下手。咱现场来道菜怎么样？准备走。您给点。好好的。那应该怎么着？走快点是吗？回头再走回去是吧？走回去吧。完了还该干嘛来着？就正常走就行了。坐位了，摆一个 pose。 在上面摆，摆个 pose。 在这摆啊，摆个 pose。 1-2-3走着。这不好。那你还要干嘛？来，应该 pose 应该是来走。哎呀，好了，这节奏除了刘江导演这样干过音乐的人，都得听晕的呀，啊，挺酷的哈，这挺好。海波一定觉得炒菜，他们能背着家伙事儿吗？我还告诉你，我能问这个问题，我就一定，但时间长了，有备而来，啊。时间长都坐不住，一会儿你看我炒个菜都炒饿了。没事，你炒你的，我们在这儿先聊着呀。那也行，对不对？这事儿他又不耽误事儿啊。也行，来上家伙。我问一下，海波打算给大家做什么样的饭？西红柿炒鸡蛋行吗？好。哎，你别说，圆圆这一动刀啊，我觉得他在家还真做饭。海波也会，海波。也会是吧？对，还不会有。开玩笑呢。
筷子呢。倒一点点葱花吧。说该糊了。你放酱油了是吧？放了一点儿。鸡蛋还放酱油？哎，不过我们家是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要放酱油吗？河北。为什么要搁酱油？是因为特别下饭。对，北京人会，嗯，回到北京人。好了，放糖好了。嗯，酱油。对，酱油放就放点酱油下饭是吧？反正北方炒西红柿炒鸡蛋可能是放酱油，我们家也是放。北方，北京，北京，北方有很多地方人家不放。真的，就北京放。对，北京好像北京很多放。因为有时候老吃西红柿鸡蛋打卤。对。圆圆，你们家那儿也放酱油啊？我们家也是放点酱油，特别听着特别。看着还行。哎呀，哥看着还行。开玩笑吧，关了吧，我关了吧。刚才煎的差不多了，所以它没裹住那个。那个导演。来吧，这样虽然在做的时候都没洗手啊。来吧，老几位。但是我发现这个就是它高温可以消毒嘛。对对对，尝尝尝尝，还真饿了。朱老师，要我就不聊这事儿，我跟你说。怎么不聊？就吃吧。不是说明白就行了吗？我尝尝。真不错。啊，真的啊。哦。不错，那怎么？把鸡蛋。有米饭吗？你别说，还真行。我给他们分菜的时候，我就听你们后边在小声说，还真不错。啊，这西红柿炒鸡蛋放点酱油，还真有味儿。是，好像北京人炒西红柿不放酱油是吧？不是，是因为我说实话，你很难再吃到童年的那个味道。您懂的，我懂的。回过头来说说王彤啊，王彤，其实我要是你的话，我就觉得挺冤的。自己的丈夫是这么一大导演，咱们结婚吧，又这么火。你虽然呢在戏里头，当然我们说了，表现很优秀，但他毕竟不是主角啊。啊，你就没想过跟他提点条件什么的？周俊老师，你不用求，那个就是挑不了事儿也。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嗯，就其实我也是，就是一直不属于那个，就是明星欲特别强的，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做他的领导的欲望大于这个，所以我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其实是我最向往，我也最喜欢的。而且我也其实我也是个特别懒惰的人，我觉得做演员其实太辛苦了，就每天的那种化妆和所有的演戏，它耗费人的神啊，这种日子其实我受不了，所以我也想呢，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老天也会给我一个我最想做的最合适我的，我就觉得挺好。真话啊，你看他现在他就等这话呢啊。你这样吧，给你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对亲密夫妻和剧中的一对亲密夫妻一个互诉衷肠的机会，相互之间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个不用太长啊，像表白一样。亲爱的大美媛，你是那样的让我打心眼里边的尊重，你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优点，你的那份淡定，你的那份聪慧，我觉得我能成为你很重要的很忠诚的朋友，我非常的幸运，我非常的
幸福。伟大友谊，直到生命离去的那一天吧，结束。圆圆，海波，你像一个小动物一样，你有着，这是褒义词，他有着最天真的情怀，他有着一份最不掩饰的真诚，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你有别人都没有的能力，你可以让我永远都很开心，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会一直笑，你可以让我快乐，这是你作为朋友给我最大的礼物，你也让我感动。在拍摄的这五个月里面，跟你的相处让我更加坚定了相信一个人的美好，相信一份感情的美好。之后我们又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让我更加坚信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无论对方在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会为对方站出来挡风雨的那个人，一直到生命离去的那一刻。该你们俩了，非常感谢你陪我走了20年到今天，而且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刻一直在跟我站在一起。我记得95年那个冬天，我第一次说我要当导演，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信。谢谢。王彤，就是我比较简单的，因为我脑子里现在太空白，因为大家让我太感动。就是刘江，你什么都不用说，但你什么都在我眼里。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说，在我们匆匆忙忙扛着重压疲于奔命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也忽略了那美好的爱情，我们都以为爱情没有了，我们以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也少了一份真诚，但是在我们的现场，在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看到了这份真实，一对共患难同甘苦的恩爱的夫妻，两位善良的未嫁未娶的青年男女，为我们演绎了这样一部让人心灵可以得到慰藉与温暖的好戏。所以我们要说，不是爱情没有了，而是我们的心跑得太快了，以至于看不到就在我们身边的那美好的爱情和事物。说到这儿呢，我们都知道在电视剧当中有一首插曲叫《以为爱情没有了》，是著名的歌手叶蓓演唱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他的原唱叶蓓来到这儿，为我们献上这首。因为我就知道他来了。以为爱情没有了。就是。没人。没事。是我等到你，还是你等到？这个尴尬的年纪的拐角，竟然真的会有个相爱，是我迁就你，还是你迁就我？
这个尴尬的问题的回答，我想应该是谁都没有愿意为爱情这辈子都没有了，结果还是等到他来，原来他该来时就来了，一旦来好的，我们再次的掌声送给叶蓓，好吗？谢谢，谢谢，谢谢你。接下来我要请诸位，走那边请。好的，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氛围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似乎在谈《咱们结婚吧》这部电视剧。但我想由这部电视剧折射开来的是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我们对真善美的认知，我们对自己的扪心自问。这个世界其实美好的事物到处都有，缺少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和心灵。让我们像咱们结婚吧一样向往美好，相信友谊，相信爱，相信真，相信善，相信美。在这里要再次的感谢各位的陪伴，朋友们再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请您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当然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在这儿恭候着您。2013年，她是《娘要嫁人》中有着曲折人生的齐芝芳，她是《女人帮》里不断颠覆自己的朱莉。2013年，她用文字沉淀宁静，以新书《老爷跨界》创造全新体验。艺术人生再次与蒋雯丽相约，见证一个时代女性的新成长与更多可能。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就去探究。